提出公告。那这个台北市长选举呢，也是很官网30个证件，柯文哲官网29个证件，各自的官方网站已经列出了各自的证件。这些证件怎么讲？证件是一个方向，是一个想法，也是一个 vision。那有想法很好，可是我们要比较的应该是他要怎么做的承诺。也就是候选人为了达成这个愿景，他所承诺要做的事情。例如说，候选人说要做旗舰级的净值的话，那他其实他就承诺说，哦，我要增加预算做一些事情。那候选人如果文化自治是要让文化自治他的一个政见的话，那他的承诺就是要成立像这样的审议会，然后做一些实际的事情。承诺是一个具体可以考核的项目，有做到的就是有做到，没做到的就是没做到，大家分得出来。那如果没有做到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去跟市长讨交代。承诺是具体的，而且藏在政策的深处，值得我们去拿出来进行比较。那比较表的网址呢，就在上面，就是这个 headtable.org/TaipeiMayoralElection2014。对，然后其实你现在来不及抄的话也没关系啊，就是我可以去帮老板做这个承诺，或者是你可以去看台北开会有一个连接。对，好，那接下来就是我现在要来做一下 live demo。好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，这所有的承诺都已经被分成了不同的面向。假如说你现在是台北市民，然后你是一名新手妈妈，那你可以去参考一下，就是 El Niño 的照顾以及 K 十二的教育，这些候选人他们都下了哪些承诺。那如果你想在台北市安居乐业的话呢，那推荐你看看这个住宅相关双方的一些承诺。那当然，这个表如果有了这个表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跟一些，例如说跟我们持相反意见的，不管是亲戚也好，长辈也好，就是来交换一下我们的意见。例如说有了这个表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跟他说，就是我其实我最近想创业，那我看到这两个候选人的证件，候选人他们承诺呢，我就可以说就是我觉得这个承诺这些是好的，那为什么？那这些承诺是不好的，那为什么？有了这样子的一个表示，我希望说，这样子的话，你就不会在讨论这些东西的时候被问说，那请问下，你对中华民国的想法是什么？那这样子的表格，它有一个最重要的，跟其他一些就是说之前像我已经整理好的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，在于说，它是一个完全可以开放协作的东西。那像我这边有一个我要补充，其实到处都有我要补充按钮，因为真的是有很多都需要补充的。对，那我要补充按钮按下去之后呢，它就会带你来到这个 Google Doc。那这个 Google Doc 里面，它其实刚刚那个界面就是把这个 Google Doc 完全开放，让大家可以自己跟这个 Google Doc 给做成一个比较好检视的一个界面。那我们的每一个证件其实都会希望说，就像是 Wikipedia 一样。可以让就是可以附上所谓的出处，比如说像最新的话，就是像昨天柯文哲他在最后的结论倒数7分09秒的时候提出说他要成立这个公民参政委员会，那他就算是一个承诺，然后我就把它列举上来，然后供大家能够参考。那就是所以说他是一个这样子的开放编辑比较好，而他确实。也有非常多需要大家我们一起来努力的部分，那让我们可以就是一起来编辑，然后有一个更好的奖可以参考，然后可以投下更好的票，这样子，谢谢大家。